什么体验呢？普通的宿舍，它这边有一个阳台可以晒衣服，然后这边是一个两个房间的交易厅，这个是书柜，书柜其实很大，然后收纳空间蛮多，但是我觉得就有点浪费，因为它很高，可是只能放扁扁的一点东西。然后下面也有一个抽屉，也是就是很大，但是可以拆成两格的感觉。总而言之是还蛮好的一个空间，简简单单的那种宿舍。到时候应该会买床帐在上面放着，就像大家看陆剧里面那种有蚊帐啊什么的，然后也是有独立的冷气在这边。喂，太好笑了，我刚刚就这样自己不用了，我穿那上现在要去炒菜菜会合 ，Let's go。这是宿舍的门口的蚊帐，捕获到一只好心小菜菜。它是雨神吧？它一下来又开始下雨，出太阳还下雨，冻死了！我来求救了。第一次来超市，买了一堆床包，超多东西的。他没写怎么办？他要付饮料。一点点是50元吗？酷酷哎！外卖小姐姐。自己买轻便，无法炒冰箱，不查去哪位的？刚刚洗完澡，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宿舍。其实它的梯子不是两个人一起，然后外面的话，我的位置是在这边，然后就刚好靠窗。那窗户外面的这个刚好是男生宿舍，所以学姐就跟我们说，不是学姐，那个叫什么学生助理就跟我们说，建议我们买电梯，因为对面住的是男生宿舍。晚安。那看一下外面的阳台，新华的树超级多的，现在看到长得一样的全部都是宿舍楼。这边这是男城的，然后这边是不知道，反正不同学院住在不同交换生的。好，然后跟大家偷偷分享一下，就是这里真的是手机超级重要，所有支付宝也要用手机，然后他们连提款机都不是插卡，他们提款机是用手机去扫上面的二维码了以后登录你的账号就可以直接领钱，所以这里真的没有手机不行。然后我们食堂的饭卡跟我们洗澡的水还有那些电什么什么东西的全部都是存在我们的学生卡里面，那要怎么储值呢？一样是用支付宝，然后再到食堂去
加进去，所以什么都要用手机，手机没电真超可怕的，我不敢想象。但也很方便，就只要带一只手机就可以出门。我现在要去吃饭。昨天只有去过一次我们等下去吃饭的地方，我很有可能迷路，好自为之啊。二次尝试我们的春城卡，不能再失败了，没饭吃。对啊，我要离开。我就跟你说是不是不要登录。差点要没水没饭，好惨。你们应该觉得累了，不要打扰。我午餐的目睹过程，超大碗的拉面，这样才十块钱。为什么你还有酸奶？因为有酸奶卖。哦，他卖的。他卖的。卖的。鸡蛋饼。对，手抓饼。那些没多少，忘了，太刚刚了，太远了。大逆光，他们在彩排吧？应该是吧，那整个早上都在彩排。那个水滴，我刚才以为有人在鼓掌。他们还有动作哎，好异口同声哦。晚上七点才正式开始。鸡皮疙瘩。我们每次出去都是大部队，好多人。我们订了三份。听说我们刚刚先去桃李园吃饭，吃食堂，之后我们去了西楼，之后我们再从西楼，我们现在要前往。李兆基大楼去报道，没错，他都讲完了，真的很多人哎，这样是几个？七个、八个，幼稚园出游。然后本来走到李兆基，我们要走20分钟，本来应该是要骑脚踏车，可是因为台胞证去实名认证都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只能走24分钟，你是细节小，超远的，这图书馆也太大了吧？可是我从以前就从来不去图书馆，我偶尔，这看起来像博物馆。前面还是吧，超大的，吓坏了我！它是洞哎，好可爱啊！自己人生也经历过的，哎呦，小心！想报道，勾勾保险。李兆基大楼，走了24分钟，然后就报道。你是唯一一个成功可以借的人哎、欸！我的都还没通过哎、欸，就只有你，我们一群人挤在那边，看起来好可怜。青橘还是青橘？香港说是青橘。我们现在在等各位朋友们一起出发，共享单车 ，Go Go！我们抵达了。SID 结论是，如果还没有练好骑车的话，不能来。第三种，对，得得得，完成。你很专业。Later in my bag， 是我们刚才去报道的时候，他送我们的一个袋子，然后里面有超级多的东西。现在来开箱给大家看，我自己也还没有看。要刚才骑车，所以现在头发收了。这应该是一个。名片的袋子，就是假名片，学生证也可以用的那种。然后一本校园地图，所以这是大到没有地图真的不行。然后他们的口罩，上面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因为今年刚好是110学年度，所以他们等一下晚上会有校庆，然后我们也会过去看一下。我们晚上要去吃海底捞。来看这边的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好，另外就是这是什么？这个盒子，他们送的东西其实都很有质感。然后这
这个紫色是他们的紫色。哦，这是一个胸章吗？其实做工很细，然后写了110，还有很多东西很重。像这个，这是一个整个清华的套，里面有笔跟一些书签呢，然后是日记的或者是日历之类的东西，然后全部都是清华的这个紫色。然后最后是最后吗？哎，不是最后，里面还有一个滴露的卫生纸巾，蛮贴心的，现在疫情了。然后对，超厚，跟原文书一样厚的一本书，他们给我们的一本《这里是中国》的一本书，里面应该是，这里面是一本科普，提供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应该是有点像是地理人文书这样的东西吧，很厚，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看完它，但应该是蛮精美的一本书，里面应该是彩色的，稍微看得到。开箱就到这里结束。啊，真的好累，刚才走了24分钟，超级远，骑车一下下就到了。等等去吃火锅，火锅见。这个海底捞到这么大的地方，百货公司搞得跟奥莱一样大。学废了吗？不过我已经下来了。好忙好忙。都是停下。我好像围炉，熟悉围炉，十人海底捞大围炉。我第一次做这个，我很幸运，我没做过。一箱一箱，对，一箱一箱的米粉可以提醒。我们今天吃到闭馆，好扯，从7点吃到10点，是这里吗？